你现在在做什么？我现在做直播，然后也卖一些东西。做的怎么样？还行。今天这位女嘉宾画的是面向大海看日出，太阳代表一个人的心里的温暖，她想把爱把温暖给身边的人，更重要的把自己的才艺热情都能奉献到她的理想当中，但是提醒她加强人际关系，让自己的生活呢丰富多彩起来。听听你今天的心愿好不好？来说出你的幸福心愿。我的幸福心愿是再次回到福利院，把这种爱传递下去。好，谢谢。怎么又想回去了？在福利院受到了很多帮助，更多需要的人。谢谢。天天开心啊。谢谢。门后面还有一份惊喜啊，我们看一看到底是什么。大家好，我是成都红辣椒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的总经理。